哎，大家好，欢迎看今天的财经报报。财经节目实时播呢，我可以每个小时都一直播，一直播，播得不要不要的播。最近黄金的走势呢，可以说是涨势惊人了哈。从我们的年初的这个2022年的1600多元，涨到现在2000多元了哈，似乎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投资机会。有机会的朋友，有资金的朋友呢。哦，不妨可以考虑一下哈，投资一下这个黄金保值嘛哈。那么我们现在呢，用的方式呢，叫做我们的简易播报系统啊，全球通，它可以连线全世界的这个任何一个来宾，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，那跟他对话，跟他聊天，就这么简单，轻轻松松。那么整套设备呢，不贵，1万多块钱啊。那每个投顾老师其实都应该拥有这样的一个基本配备，让你的直播内容还有作业更加的流畅。以往是要到电视台或者是一些专业的这个制作单位下去弄，现在只要自己一个人就通通都搞定了，没有错。好，那我们呢看一下我们的直播的 live 现场，它这是另外一个场地，夜景非常漂亮，可以说呢没有什么太多的缺点。我们这个装备呢，简简单单的可以和任何一个全世界任何一个电脑、手机、平板。